年前这部港剧超温馨，陈慧珊、胡杏儿四美搭档秦沛演绎父女情深。在 TVB 的黄金时期，每年都会出很多精彩的电视剧，覆盖不同题材的剧集，一时间引领住华语电视圈的风骚。正因为他们的多元化，所以并不完全集中在所谓的言情剧或武侠剧，也是有不少主打亲情和励志的电视剧让观众欲罢不能。今天来回顾一部父女亲情的电视剧，是在2002年推出，如今回头看也是有16年过去。这部戏的男一号是一位耳熟能详的老戏骨秦沛，他在这部剧中扮演父亲的角色，同时他还曾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警察，在妻子离世后拉扯四个女儿长大。这位老爸名叫高开，四个女人分别是高玉仪、高佩仪、高宝仪、高翠仪，扮演者个个都是大美女，其中大姐由刘锦玲出演，二妹、三妹、四妹分别是陈慧珊、郭倩妮和胡杏儿，这样的美女组合在港剧中并不多见，同时也十分养眼。这部剧更多是展示四个女儿不同的生活，自然也涉及到一些感情问题，但总体上不像台湾剧那样虐心，更多的展示父女姐妹乃至夫妇情侣之间的感情。如果换成台湾导演，说不定会拍成四女共争一夫的人间悲剧，而这部剧还是一部非常温馨的轻松喜剧。